刚说。20年了，爷爷。刚说。从我老二学了笨。你什么？你是什么证？叫怎么回事？从头开始。我从天津来的，他给我杀的。谁给你杀的？谁杀的？我还有五分的时候是谁？啊？我还有五分的时候是谁给我杀的？不知道是谁给你杀的。我都知道，我在天津来，我看天的表上待着呢。什么玩意儿？听不懂。我知道从天上来，从天上看什么东西？我在边上，我看着我知道吗？你看天津，你这样？我在那上下来的。从天上下来的呀？下来干什么呀？报恩来的。报什么恩啊？报谁恩呢？他救过我吗？谁救过你啊？他家呀？他家是砍柴救过我的，我报恩来的。你来报恩的呀？你突然，你是人还是什么动物？我是皇上。现在你是什么了？现在我被人宰吃了。你是什么动物了？你是什么动物啊？被人宰吃了呀？说话呀！在干什么？怎么自杀了？你是什么动物被人宰吃了？生气了？你是什么动物啊？在家养的呀？说不说话？你弄着呢。别吵，一会儿就起来了。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阿弥陀佛。别提我闲话，你干啥呀？提我干啥呀？行，吵干嘛？我不揍你了吗？两次没杀你。谁杀你？不杀你闲了，你脸出来给我说话呗。谁杀你的？你。我杀你啊？你是什么动物啊你？见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驴，我有个小孩拖着我从天上来，他让我来，我也知道。你是什么动物啊你啊？你被谁杀的呀？老魏华。老魏华。我哥。我哥。你哥叫啥名字？邓雷花嘛。我这狗是咋回事呢？这狗啊，是我喊跟我二哥，他在我们是粮食局上班呢。回来以后找我，他不想杀狗吗？这狗啊，就这么大一个黄狗，他找我给他帮忙去了，咱们也不知道啊。现在他找我，我就去了嘛。就这么个事儿吗？不，你跟你二哥俩去杀狗吧。我哥找我，不是给帮忙去，这不杀的这个狗吗？要一直在现在都不明白吗？就在这儿呢吗？给你杀了呗。他哥和他还有他杀的呗。找我帮你麻烦，这行了，也都是我杀的吗？你帮杀了？那这跟我杀一样吗？那不就是？你累了，累狗啊？那可不是，跟上手了吗？跟上手了呗。那可不是，跟你杀死了呀？妈你！找妈呀？回家。回哪家呀？娘娘说点我要回天津。这么几年了，那年头屁不少了。有啥我们始终没放弃呢？你看上次我们在南临沂，你不知道？就是去一回。不是，我说你说他这杀狗杀多少年了？杀狗得有那丢得有十好几年了。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没？啊，十多年。那么一直折磨你老婆呀？对，我始终没放弃。折磨他呀？对。我始终没放弃，就是说哪都是探险的也看了，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样。不是你说不明白，你媳妇儿杀狗以后有病没有？这样的还是以前就有？以前可能好像神经就有点不好。嗯，杀狗始终没提重，就是没提重。
都是在前六七年前吧，都有感觉重了，重了感到上南临沂的时候，有点重重。回家。这不，我们听的是年前十几、十四不来的吗？十六就回去了，就好像是点了上上劲来了，就来了。十六就回去了，不过年了吗？就回去了。哎呀，我的小宝贝你。薛宝维尼，叫小宝维尼。那么你哥撒狗以后，你哥好没好啊？我嫂子现在就搁炕上瘫着呢。你嫂子也瘫炕上了？我得没看我嫂子，你嫂子也瘫了。就啥给我撒的呗？那他的情况怎么回事不行了？反正我们对他的我没放心，我就知道是这不是病，这是火吧？啊，你嫂子现在也看炕上了。这么大宝宝，我都是招的时候找我，你说我哪懂呢？我刚二十多岁呢。我回天津。找我招的时候，你说我不去，去了招的时候。我还要去找木马回家。你帮忙了呗？那可不是帮忙不就啥呀？累死他，差不多了，扒皮了呗，扒皮子他扒的呗。你吃没吃肉？吃也没吃多，我不耐，反正也不耐吃，你知道吗？可他说弄完了以后啊，他给我弄熟了，给我们送回去，干挺远，做熟了给你送去的呗。对，他吃没吃？他好像吃了一点点，吃了。这狗子找你家来了。一直怎么就往这看？你抱抱他家呀，抱抱他呀！你别哭啊，你要说话呀！我不明白。我不明白。我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报仇吗？啊！我迷了。你迷了呗？嗯。那迷你还找他？找他身边了？送我回家，我还要回天津，我也天津来的。我没有衣裳穿了，又衣服穿了，又被你扒了。但没有衣服没有了，皮被扒了，哪有衣服了？皮被扒了呗。我扒了吗？为嘛哟？嗯，扒了又扒。皮给狗皮给扒了，没衣服穿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回家。回家哪个家呀？回全世界呀？嗯。我哪来？我还要哪去？从哪来的呀？我从天津来的。从天津来的这么惨，被人扒皮了。我委屈呀！你委屈呀？他的笨。他的笨。谁笨的？他笨的。观音点开了那小马维尼，丽丽出家，他不出家，我都抱他。让他剃度，他不剃，我都抱他。我都要他命，我要他参加天人决心。他不出家，我都不干。反正
冷啊冷啊，娘娘啊救救我来吧，你给我送回去吧，娘娘你救回我去吧，我不给他待着了。我也没有把你护啥呀，你一护啥弥陀佛，行吗？你这佛护法行不行？救救我吧！我救你，就是你得放下，你要不放下，我怎么救你啊？念佛，求上极乐世界。让他出家。让他出家。出家可不是随便出的。那他要那剃度。那我受不了主那剃度那事儿，那得自己发愿。那不能劝人出家，也不能阻止人出家，我哪能有那德行去让指点他出家呀？他踢住我咬过他，嗯，踢住我都不抱过，他踢住你就不抱他了、啊、你傻呀，你给我让他出家，他如果对不好修行，他破坏佛教，你不就有罪了吗？那我保不了你，我保不了你，你这佛法就自己保自己。你别让他说。出家是听经闻法明白道理了以后，处理烦恼之家，处理五欲六尘之家，从假的回归真的，从那个六尘境界回归那个能变能现境界的这个自性，听到没有啊？你不是头一剃就上寺院就出家了？那我要当我那小猪土不是，我让你真正出家，头剃了那剃头出家师那表法给大家看的，那三宝。你要出家，你如果你放不下，你不明白怎么能出家呢？出家你不是你还演世俗那些东西，你不就是破坏佛法了吗？破坏佛教形象了吗？这你自己发心，这我哪能建议人家出家呀？也不能断人家出家，也不能建议人出家，知道不？你就自己发心出家，发心修行。那我还要本来面目，等着我出土。你要本来面目，你是阿弥陀佛，你往上西方极乐世界成佛，本来是佛。小树童也不要执，你看你成不了家吗？小树童也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是跟佛一样的，无量的智慧德能，无量的寿命，那没有啊，不生不灭的。现在你听经了，你得听经啊，听明白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皈依那个大圆满觉，就皈依自性啊。那他找到妈了？嗯。找妈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是你的妈，就是你的自性，就是本来面目，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。哪有一个妈呀？哪个妈？金刚自性就是妈。就是慈母不变的，那我也明白他在宰吃我的。吃你呀、啊，你谁让你迷了愚痴，造业做畜生做狗去呢？给人看家，看家人那时候呢，不让你看了呗，你换班了呗，你就给你就是给你吃了呗。现在人不都是吃吗？你做畜生，你逃不了这些劫难。很少有，你看我们放生那就逃劫难了，去买生放生逃过劫难了，很少有人能逃过下汤锅那个劫难，扒皮那个抽筋下汤锅吗？你看那猪蹄儿不是有五斤猪蹄吗？有筋有五斤，你们那给你筋抽掉了，扒皮抽筋吗？你看那经典也佛了不讲的吗？佛讲十法界，十法界哪来的？唯心造的，心造的十法界。有的人说，哎，像监狱老苦了呀，啊，那个折磨你呀，你不上地狱就折磨你了。对不对？扒皮抽筋就是你做的恶事儿了，你在无舍劫你做人的时候你做恶，然后你就得这果报。你不吃过人，人家不会吃你的，你听到没有？没有无缘无故的吗？都有因缘的吗？嗯。商量呢？啊？我得商量。跟谁商量啊？我不跟你商量的吗？跟他们别人商量没用，能吗？我跟你商量你不听啊？听到没有？我商量你放下万缘求生极乐世界找阿弥陀佛去，在极乐国。我等等，明白当下就走了呗，还出什么家？那就大出家了，出大家了。
行了，可以，你马上西方极乐世界就彻底出家了。你别生气啊！我生什么气？我看你挺美，还行吧？像你是活佛，你臭美吗？臭不美？你别看我，看你自己，看我美不美干啥呀？我是狗，我不美呀。你狗，你先说话你就不是狗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做过狗，但是你现在狗的身体已经没有了，你还执着这狗的身体，你就不是狗了，你就迷了吗？嗯。你能说话那个，你能说话那个，就是你的真心本性，就是知性。哦。你要跟它相应，狗就没有了。你保持跟它相应，你要不要执着？我说我狗，我被你家人吃了，被你家杀了。你执着那狗那个相，狗的相已经没有了。嗯。但是你若执着那相，你还有苦。嗯。我们就是要把从那个相上给放下，看破放下。从相上解脱出来。有的人说：“你看我爱人长得多美啊，我喜欢的，我爱他。”完了呢，这个爱人一跟别人，他马上就生气，就发火了。他也没看破这相。你爱人是你的吗？不是你的，不是你心里本有的，你就得不到他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要把他放下。如果要死的话，不也得放下？人的身体死都要放下，光狗了。说人的身体死了，修道人怎么放下？这身体是假壳子，不能用就放下了。你狗就不行了吗？狗那个三个道的众生，那有人畜生道的众生特别执着身体。为什么我们学佛人，佛就告诉我们不要杀生吃肉呢？你吃他身体的，他特别的烦恼，他恨呢。人你要打他一下，他还生气呢，打一个嘴巴还还两嘴巴，对不对？那狗那就他老大伤人心呢，然后狗还特别执着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家里没人，他跟他看着，你要去了进门就刚刚咬你两口。你没拿东西咬你两口，为什么吃执着伤心重呢？他就特别执着，那你们就不好住，知道不？所以给人讲，人一会儿明白了，给你们讲，老难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这都迷了吗？你怎么能讲明白？所以说就不好住众生，众生那么愚痴，不好住。你要不愚痴，你听明白了，我们大家给你助念，然后你就求生极乐世界，别再去报复他家的，他二嫂被你给搞了吧。他二嫂是被你搞的不？他二嫂，是不是你搞的？他二，你二嫂几有病多少年了？是啊，今年整一年。这躺炕上不能动呗？他刚开始啊是咋回事呢？刚开始他是就是在腊里边，快过年当年根月了，当年根月了就说这个都是叫吃饭什么浑身没劲什么的是吧？这不得过年嘛？过年整月。初几是怎么能到的潘家庄医院？这检查这个毛病啊，始终也都是真正的没确定能够检查这个毛病什么毛病了。最后确诊一个什么？确诊一个皮肌炎，皮肌炎，皮肌炎呢？皮炎呢？那你医生的那个说法就是怎么呢？是那个都是肌肉什么的，好像和松弛不许多有似的，是吧？嗯，刚才就是这肌无力，这里边都是嗓子，他光里都是。吃饭什么的，它不起作用。嗯，最后又他呢，转到石家庄。是今年几月？2009年的几月份？8月份回来的吧。嗯，三大老狗上，这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哥哥，我们一块开的车回来，把接回来的。到家今天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对象啊，和你那狗嫂子跪下，你愧心因果吧。就是他不知道这个狗附体之前就说过，关键问题我们都是通过某一方面吧，学佛这块呀，虽然不那么太懂，但是知道因果的。嗯，知道因果了呢，就告诉你这点呢，忏悔业障，信因果吧。都和我们的这狗嫂子都跪下，但是我嫂子有些事儿。你咋不信呢？我觉得人家都是啥呢？看不见，我看不见，我人家总是这个观念的。看不见摸不见呗。哎，咱们怎么说呀？是。我那天我就是在那个那什么，我跟那个咱们那就咱们那护法李江不那个安灯的时候，我就说这块，我说领导说了，我说我们对象就是我有我杀狗帮忙帮我哥杀了个狗，附体的得了果报。我说怎么去弄啊？我说现在我这都是我俩是一个时候说的骂的，嗯，对吧？我说我们要是我们自己杀的，我们只是怎么忏悔怎么办？他那不明白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发愁啊！那天我找领导，我找你的晚上我来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嗓子不好，就是那个无力，就是是你搞的不？嗯，就你搞的呗。他勒你，你就勒他呗。火爆呢？都让他吃饭。不让他吃饭呗。你也要他命啊？他要完了，要完了，跟你搞的呗。真的？他不忏悔了。嗯。他不忏悔了。他不信忏什么悔啊？
他要他命啊！那他还没，他还没杀你，你们还捉他呢？他没杀我，他帮忙了。他帮我呀。帮，你帮忙了。那都帮忙，咱们哪知道那这个二十岁？听到没？我们自己家的狗，平时我们自己家的狗，平时都是说都有帮我。他养的娃子，能天天帮我。都卖了，这家养的狗卖了，钱多了。这是帮跟那二哥一起杀的。叫我给帮帮忙去。咱们哪知道吗？咱们自己家平时咱们狗要是没了，咱们就自己帮埋上哪的什么的，根本卖都不卖，不卖呀。我都给他们家铲饭的。给谁铲饭的？给他们家铲饭的，也打离婚了。那二哥离婚了？闺女。嗯？闺女。妈真的。离婚了，孩子也弄下了。孩子也堕胎了。你侄女呗，都你搞的呀？啊。你真厉害呀！嗯。看见没？杀生果报，真的可怕。我们要是砸医院的事，他不盯着他到现在，始终我都知道，觉得他不是什么实定，嗯，就一直没往医院扎。还让他？嗯。让他丈夫，还让他丈夫迷糊，他也该完了。你也迷糊啊？他也该完了。那谁呀？大白子。他咋买的呗？我哥那你哥，那你哥也，你哥长得，原先你哥迷糊了。他总迷糊，总迷糊。也让他走到我，也让他走到我那有饭菜。什么？饭。饭菜吗？饭菜。咋懂啊？爸爸，你都你搞的呀？我搞的。你真厉害呀！我也是，你哥，是我的吗？嗯，我之前也是我上次也是人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咋的，我都溜到里哭啊。你贪嗔痴就多溜到吗？嗯，没干好事呗，就多溜到轮回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吗？快杀也杀了，吃也吃了，怎么办吗？我还在谢他们。嗯？还谢？还什么？还谢他们？什么叫谢他们？还要收拾他们呢？嗯。还怎么收拾呀？要他命。这学佛还要命啊！你他妈还学佛吗你啊？还他妈学佛还要命不了？我要他命，我有人保我。嗯？我有人保我。谁保你？谁来保你要命呢？胡说八道。娘娘。嗯？娘娘。娘娘太太保不了你了，娘娘。他说要他去讨债，有娘娘保他。谁给你见的光啊？化解嘛，别执着了啊，不带愁的。大姐得商量啊，嗯，没到时候，他们一家子不给我下跪，我他们一家子给他上跪下跪，真娘的，那人都不信，那怎么办呢？人家不信呢，要命，你要命呗。哎呀，那你找我帮忙啥意思？跟他闹啊？让我帮啥忙啊？你还放不下他那个仇怨，还要替报仇，还要他们趁你上火，人家不信，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我能帮啥忙啊？你说，我让你再放下仇恨西方，玩一趟呗。嗯，玩一趟。玩一趟，跟谁玩？跟我玩一趟呗。那这玩一趟啊？我可没时间陪你玩，你这不玩我呢吗？你不是？大伙那都不玩。哪有时间跟你陪你在这玩呀、啊？让我的死亡执着了，太执着了。不是你苦不苦？你执着，别执着了。苦。放下吧啊！苦。放下，别抱头了。那没到时候，你有点了。什么点啊？时机没到呢。到你自己病，你的时机没到，胡说八道。你自己什么时候出来，什么时候急的时机，知道不？还等大家都闹黄了，闹黄天的，就闹够了，够厉害了吗？烧他们家，嗯，那个点火，还要给他点火，天已经够惨的了，别再点火了，等会儿。我说要账来的，嗯，要账来的，什么要账？我背着全家都要账来讨债呀，你是来讨债的啊？讨命，您讨命来讨债呗，是不是？对，我那兜都没满呢。兜都没满呢呗，对没？我背个大钱袋都没满呢。赚的钱真的被他讨出来，然后还要你命，杀生一顿果报。
他吃不吃的，撒不撒的。有的人这么爱吃狗肉，看见没？狗给你吃饭吗？是我都吃他妈。是我都吃他妈。为什么吃他妈？他妈在这活活，是我不吃他妈。嗯，他就是父母嘛，众生都是父母的哈。我都明白，人都不明白。劝你谁不信，还诽谤。你劝信因果，你诽谤。要受报就好了。这唐山的，是不是唐山？河北唐山多远？在这里面。大家看底有大看底，有时候说这就迷信你，找人盘的信，那是真的，真的盘，别人盘他干嘛？就是不信因果，佛法就讲俩字因果，世间因果叫世间因果，苦乐；出世间因果，极乐，是因果。大家都信佛都迷信，不信因果，你信不信佛？信佛就放下万缘，成就自己的事情啊，好不好？那写的。切掉，别折磨他。你信佛的还出来？戴上，戴上，你照看，照一眼。你小狗。嗯。你小狗吗？嗯。你其实你不是狗，你老学狗干干嘛？你笨呢你啊！你现在不是狗了，你本来是阿弥陀佛，是佛。起来，站起来。狗的身体都没有了，老说那狗让你习惯做狗了。狗身体都没有了，起来，站起来。狗的身体都没有了，你现在不是狗了，老做那狗的样干嘛？起来。我。啊，狗的身体都没有了，你现在老是不是狗的样？别站起来。嗯，对呀。站住。哎，灵念佛，心念佛，能念阿弥陀佛，要恢复你本来的往西往走。对，还能往上方去呢，这苦的。还有王家。嗯。还有王家，是指着我，是王家。指着那不管，就阿弥陀佛就指着。就阿弥陀佛。对。啊。那会就修成极乐世界啊。啊。天，你看马上就觉悟起来了。啊。大家来给你念啊。哎，好。阿弥陀佛，还抱头啊，或者干嘛呀？
上哪儿有啊？极乐世界是哪儿有？出不来。放下就出来了。攥着呢。嗯。出不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有时间跟你胡扯了，这。你彻底放下就好了，就走了。本来也没有所得，也没有所取，你就是念头执着了就完了，把念头转变过来就没了，就无所得了吗？清净了吗？你还有啥？你还有什么执着的？你能告诉我？下雨天再说。嗯。下雨天再说。过几天再说呀。那是你的事儿了，我还给你机会呢，好不好？不走呗。那好了，你再等一天吧啊。他家不磕头，他家磕头啊？他家的人都不信，怎么的磕头？他大班人不信，他老婆现在已经在床上整的卧床不起了，还谁来磕头嘞？他不，那他丈夫不带你磕头吗？他丈夫磕头就行了呗，还杜克来磕头，全国人民向你磕头啊？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磕头，嗯，该磕头了，忏悔了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我还有小孩呢。啊？还有小孩。谁的小孩？我不知道。你别管了，你就走你的呗，管着小孩。他给你磕头了，行了吗？假的。嗯、啊？听不响。我哪还是听响吗？真磕，你别假磕。小点。咱们是人吃狗，或者狗吃人。又磕起来了，行了吗？凉了吧？嗯，行了吧？向你忏悔了，好不好？向你忏悔了，你原谅他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行了行了，那别磕。你也起来吗？就别搭理他了啊！你还说啥？你还说什么？啊？黑天狗，你干什么呀？搁这，在他身上住啊？在他身上住啊？多苦啊！在他身上住，你苦他也苦。你有什么贪恋呢？这个成佛的机会你不把握住啊，就此生中一次机会你不把握住，你还要做狗被人杀。你可不是做狗被人杀，你就是下地狱搞轮回呢，做恶鬼去了，还美呢。我可不当鬼去了。你不当鬼，你现在有鬼，那你先是啥呀？没有身体了你什么呀？没有身体了，没有网上极乐世界就是鬼，天你上不去，人你受不了，你就是鬼。那你们以前不做鬼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叫装阴身，装有身，到时候飘荡的叫神识，叫灵魂。现在就是鬼，现在正转法地的时候嘛，你可以转到极乐世界去，你还可以转到地狱里面去。如果你要生嗔恨报仇，就转地狱里面去。还不到哪儿去，还不爱做鬼，现在就是了，不爱做鬼，这就是鬼了。鬼有什么可怕的？鬼就是人的，人不觉死了以后就变成鬼了吗？也没什么，你这就是吗？动物死了以后变成鬼。不知道咋回事，能听你都待这么多天了，还待几天？还干什么呀？报复。嗯。还想报复。嗯。还想报复。别报复了。
你不走我也不管你了啊，你起不起来，没有机会，我不能没有时间跟你说那么多话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不走我没办法了。他不走，没办法了，先弄走吧，行。你走不走啊？你听话。不走。我好几天也不走。不理他呀。嗯。我多少机会你走？一般机会是多少？还在说谁呀？把你自己说弄了。我想想那个。嗯。我说想想。嗯。我再想想。五天也能，三天也能。想几天呗，行了，你好好想一想吧啊。嗯嗯嗯，这都好。嗯。这三天，七天。最长心